千变者大嘴只霸韩服，高达3500血，200点双抗，伤害高的同时还是对对面刺客头皮发麻。众所周知，目前版本中最臭萌的装备就是千变者，现在各位 ADC 玩家都被迫害很久了。那么有没有哪个 ADC 也能出千变者呢？还真有，并且非常强，那就出千变者的大嘴。具体出装为羊刀、飓风、飓酒、千变者、智慧默认，其中前三件装备基本就是大嘴的标配出装了，也是目前在韩服最主流的三件套。如果这三件装备不能让大嘴又弱又有伤害的话，那么千变者假修绝对可以。咱们来看一下后期大嘴点满千变者假修的属性，比如这波团战，大嘴这188点护甲，178点魔抗，这高傲的双抗让对面的猴子根本就切不死，更别提旁边还有个莲娜塔紧紧保护着。除了肉以外，这种出装的大嘴伤害也完全看不懂，后期队友全部阵亡，大嘴直接过去站住对面四个人，最后秒了三个吓跑一个，由此可见有多夸张。总的来说，千变者这件装备确实适合半肉大嘴。那么各位看官老爷，你觉得千变者大嘴的强度如何呢？